哪个？哦，是的，哇，这好肥啊！欢迎回到一石二楼的频道，今天是我们采蘑菇第二弹，有好友加持，看天带的幸运小蘑菇棒。哇，这个就是那个毒婴儿膏吗？毒蘑菇吗？我天哪！我们今天就是解锁这个图鉴，好吧？别的蘑菇我不。然后怎么样？我吃了变大变小变漂亮是吗？这边。发现我们昨天吃了个林子，就是哦，好可爱的姑姑，哎，真的好白哦，我的天啊！看，它很轻，可以，哇塞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今天开局太顺利了吧，这也。喂，哦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下边虫有点多。下面地被虫子蛀掉了。Yeah.但是还是挺坚挺的，不，哦，牛肝菌耶，真的是牛肝菌，哦，是，这应该是它，哇，可以长这么肥，游泳们，三文鱼洄游，我们今天是要集齐加拿大旅游景点，太牛了，这个小森林里，它已经游不动了，它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刮到了，它受伤了应该，回去休息一下吧。哇，那个鱼烂得好彻底啊！这已经是成年老鱼了。那边还有没有游过去飘肚子的鱼？这里面的空调有果面味吗？没有，还挺香的。哦，对的。你看这个是喷粉的，这是已经它自己爆了。Slippery Jack， 你看这下面都已经烂掉了，都是小虫子。对，哦，来了，老弟，戴手套。对，他感觉蔫了吧唧的。我又发现了树上的蘑菇，它上面还有露珠呢。There's an island there, Woods Island, where my wife grew up.There was mushrooms on that island, and they were so prized, people would go in there in a helicopter just to find them and wow. pick them. Oh, really? Travel? Yeah. 这好新奇。好大一个，我的天！哎，好好漂亮啊，它下面那个。一看这个、哦、腐木，你看，对，就是在腐木旁边。对，我一看这个腐木，我就觉得这边上应该有。哇，好哇！哇，人家在这常驻居民。这个是不是？哪个？哦，是的，哇，这好肥啊！看这个，可以。哦，这个好的。哦，真的。这里表面被咬了一点，但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哇哦，小宝宝，这个小宝宝很健康。悠悠们，我们现在已经摘了一个半小时，差不多。我们竟然找到了两种形态的牛肝菌，这应该是牛肝菌，我们一会儿再确认一下。是的，那绝对是。毒蘑菇，特别是这个，已确定它是有毒，但是因为它好看，毒，而且很新鲜。这一期的采蘑菇就到这里了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哦。下一期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好看的、可爱的小蘑菇。拜拜，我是肯肯，下期带你住世界上更好玩的地方。